我没有动过手啊，我要给人家动手啊。心语大师每次在写字的时候，他总是很谦卑地说，不要看我的字，要看我的心。虽然是两次的中风，虽然说眼睛看不到，可是心语大师以他的善心完成他的这一笔字，在全世界一共盖了五所大学，捐赠了100份的奖助学金给南天大学。NTI it's still small, but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grow. It's unique in Australia as a Buddhist higher education center with high quality people.The influence, however, is sort of like a small fire or candle burning. Anybody who's associated with the NTI will find that and find the joy for themselves in being engaged. The difference here is we focus more on personal development. People from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we have a very strong multicultural mix, and so we can contribute to personal peace, personal satisfaction, but also to greater awareness of the differences across different cultures.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历经了30多年，现在呢急需进行文化的重建。南天大学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听到了这个澳洲星云教育基金会的成立这个消息，感觉到很高兴，也很振奋。这标志着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里面，星云大师的这种思想和理念，都在产生深远的广泛的影响。大师就是把佛教变成了一种教育，一种慈善。Before I came here, I was a lost person. I never used to smile. But after coming here, after studying Buddhism in NTI, you know, I know myself better. I'm a kinder person, more compassionate. So this scholarship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in my life.I want to help these young people back in Bhutan to, you know, help see themselves in a better light. 教育是百年事业，像南天大学，如果真的要有人才辈出的话，我们知道这条路肯定是要百年的历史。我在这里恳请十方大众的支持，也希望把智慧留给自己。把大学留在人间，把功德留给我们的子孙。在这里祝福大家吉祥如意。一颗佛牙，一个初心，一个宏愿，成就一座伟大的纪念馆。历经多年筚路蓝缕筹建，聚集千家寺院、百万人士的善心，2011年，佛陀纪念馆正式落成启用。秉持着星云大师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四给理念，这里将带给世人一趟独特的新的旅程。不断给人欢喜的佛陀纪念馆，将让初次造访的民众感受到惊艳的欢喜。民众踏入礼敬大厅，绝对会发出意想不到的惊叹声。这里提供了大大小小生活所需，也透过空间转换，
让民众从嘈杂俗世进入宁静佛国，使心情从浮躁转为沉淀。成佛大道上，象征八正道的八座中国式宝塔矗立两旁，民众可以亲近宝塔，透过经典书籍、影片、游戏等等，接触佛教，体验佛教。本馆内的四个常设馆，则将典藏文物融入多媒体互动设计，让历史悠久的佛教思想，透过科技穿越时空，与现代民众产生连结。星云大师的创意与用心，让民众带着喜乐之心，在无形之中也认识了佛，接受了佛法的洗礼。佛陀纪念馆也会让民众体会到平静的欢喜。当初建馆时，星云大师特意保留了许多自然生态，将佛陀纪念馆打造成葱郁舒适、洋溢着蓬勃生机的园区，民众漫步其中，身心灵都能自由自在。而双阁楼内的茶禅一味空间，时时刻刻都尝得到中华茶道文化的芬香，小小茶师的茶禅课程也无时不刻体现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价值。星云大师也借着许多贴心设计，给人暖心的欢喜。停车场旁巴士造型的净房，服务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信众。无障碍设施及服务，让民众在偌大园区中也能无挂碍地放心巡礼。至于园区各处的滴水坊餐厅，更是随时敞开，用精致的餐食与民众结缘。这些巧思都能看出星云大师在建馆时心心挂念着世人，念兹在兹的慈悲心。而当民众走访本馆内的几个殿堂，也可以透过礼佛、敬佛，得到信仰带来的欢喜。观音殿内彼此辉映的观音像，展现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的广大誓愿。金佛殿里，远渡重洋而来的金佛，象征着南北传佛教的融合。在挑高的玉佛殿里，则供奉着姿态华美雍容的卧佛。殿堂上方的佛牙舍利，是世界上仅存的三颗佛牙舍利之一，也是镇馆之宝，供信众瞻仰礼拜。这趟充满能量的旅程，将让民众的智慧更为富足，信仰更加坚定。星云大师曾说过，佛陀不需要宝塔，而是众生需要。佛陀纪念馆是十方的，是大众的，只要有人需要它，谁都可以来亲近它。邀请您亲临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用心感受人间佛教的真谛。星云大师每次在写字的时候，他总是很谦卑地说：
不要看我的痣，要看我的心。虽然是两次的中风，虽然说眼睛看不到，可是星云大师以他的善心完成他的这一笔字，在全世界一共盖了五所大学，捐赠了100份的奖助学金给南天大学。NTR it's still small, but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grow. It's unique in Australia as a Buddhist higher education center with high quality people. The influence, however, is sort of like a small fire, a candle burning. Anybody who's associated with the NTR will find that and find the joy for themselves in being engaged. The difference here is we focus more on personal development. People from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we have a very strong multicultural mix, and so we can contribute to personal peace, personal satisfaction, but also to greater awareness of the differences across different cultures. 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历经了30多年，现在呢急需进行文化的重建。南天大学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听到了这个澳洲星云教育基金会的成立这个消息，感觉到很高兴，也很振奋。这标志着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里面，星云大师的这种思想和理念，都在产生深远的、广泛的影响。大师就是把佛教变成了一种教育，一种慈善。Before I came here, I was a lost person. I never used to smile. But after coming here, after studying Buddhism in NTI, you know, I know myself better. I'm a kinder person, more compassionate. So this scholarship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in my life. I want to help these young people back in Bhutan to, you know, help see themselves in a better light. 教育是百年事业，像南天大学，如果真的要有人才辈出的话，我们知道这条路肯定是要百年的历史。我在这里恳请十方大众的支持，也希望把智慧留给自己，把大学留在人间，把功德留给我们的子孙。在这里祝福大家吉祥如意。Thank you.
线上线下的佛光人，善男信女，大家吉祥。今天的法宝讲座，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佛光山佛陀纪念馆馆长如常法师来为我们讲说星云大师的智慧。馆长你好。主持好，线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吉祥。今天呢，我仅代表大家呢来向馆长请益，大家来同沾法喜。今天的主题是向星云大师学管理，这也是如常法师的第二本著作。那我记得听过馆长说过呢，您在中学的时候就想跟大师出家，当时大师没有答应您，还给您种种的考验。但是后来您是如何的坚持以及跟大师出家呢？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这一段因缘？谢谢主持，那主持呢法宝讲座，也帮我主持呢整个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大师智慧的一个内容。那刚才住持提到我出家的因缘，事实上我出家呢可以说是比别人更多的辛苦跟坎坷。那我在12岁的时候呢，是生命中第一次看到出家人。不晓得大家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出家人的时候你内心的觉受吗？当时候我看到一个出家人呢，刚好是在离高雄佛光山呢不远的大树乡，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那我从来没看过这样子的人，所以我根本不晓得这样子的穿着以及这样的造型的人要怎么样称呼。所以当时候我问了我的妈妈说他是谁，为什么穿这样的衣服，他说那是出家人，是修行的人。当时我内心呢非常的欢喜，那心里面的觉受呢突然间觉得这样子的穿着跟这样的造型好像是人世间呢非常清净的一朵莲花，在这样子的娑婆世界里面，所以心向往之。第二次呢，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也就是15岁的时候，那我亲近了佛光山的道场叫普贤寺。那到了普贤寺呢，看到非常多的师兄，那非常多的法师，我心里面呢非常的欢喜，也希望自己能够跟他们一样，就问了他们我可不可以出家。他们说出家要经过星云大师的同意。我问了星云大师他人在哪里呢，他说他人在佛光山。我15岁的时候常常跑到佛光山的麻竹园，那大概是在30年前，那时候大师呢常常在麻竹园会客，我就站在麻竹园的门口在那边等待，希望大师呢客往迎来的时候我能够有一点点的时间呢冲上去跟大师说我要出家。没有想到有一次呢，我等了两三天终于看到大师出来会客。那大师在送客人上车，那我就利用车子走了以后赶快冲过去，旁边有很多的法师呢就把我拦住了。那大师呢就说让他把话说完，我就跟大师说我想要出家。大师问我你哪里人，我说我就在大树佛光山的山下，我大树人。那他问我几岁，我说我15岁。大师呢就告诉我说等你把大学念完你再来找我。当时候我心里面就跟师父回答说我没有想要再读外面的学校，想要读佛光山丛林学院。大师说不可以，那师父就走了。那后来我还是很不甘心，所以我每一年都回佛光山呢问大师我能不能出家。我也常在想那我为什么要出家，
为什么要跟星云大师出家？到现在呢，可以说这个答案呢，应该是过去呢所发的愿。那所以我找不到任何的答案，只知道出家很好，跟着星云大师很好。那为什么呢？那只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如同磁铁一般的吸引着，要跟着大师呢学佛跟出家。所以我前前后后呢去找了大师非常的多次，从15岁、16岁、17岁、18岁一直到20岁呢，几乎都去找了大师。大师呢很简单的回答我一件事，他说你只要拿到你父母亲的出家同意书，我就可以收你为徒弟。我一直到了22岁才拿到。所以在我1994年呢读佛学院，1995年出家的时候，那是大师呢给了我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前后也等了十年。那这十年期间呢，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很特别，也就是学校所读的书，我在上课呢几乎呢都在看师父的讲演集，下课呢可能就听佛教的一些法师呢的录音带，几乎呢满脑子里面呢都是想怎么样能够做好一个出家人。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也很有趣，凡是呢被我找到工作的公司呢后来都关起来，所以呢我一直不断的在找工作，也是很特别的一段经历，在人世间的一段经历。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呢，也让我发现好像人的生命是有宿命的，也就是在世间呢如果非常的顺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常常去思考佛法里面的法义跟佛法里面的味道。所以在我出家之后，那大师呢给了我这个法名，我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也希望我的生命跟学习佛法跟日常里面都能够跟名字一样，那一切的如常，在日常里面有着平常心的精进，有着平常心的一个弘法。这是我跟大师的一段因缘。哇，馆长，我看到您讲的这段话，我觉得您跟师父的因缘是夙愿的因缘，因为他是跟您磨您的心智，但是您还是走过来了，了不起。那我想您这三十几年的跟着师父跟着大师呢学习，那我们了解呢大师的智慧慈悲高超，他的思维往往呢也超出我们的认知。那您出家后啊，您是如何与大师接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如何自我进步，与时俱进，跟上大师的脚步？我想很多的人会很好奇我跟大师的甚深因缘，事实上要谈两次的一个合作。那第一次的合作是我从学院毕业被派到佛光会，那当时候呢大师要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做讲经的一个活动，因为大师在国父纪念馆呢讲经呢有30年没有间断。那我在1998年的时候呢在佛光会到1999年，那当时候秘书长呢的永富法师呢就告诉我说，那你设计一张呢大师在国父纪念馆讲经的一个海报。我很快的把海报呢做了 A 版本、 E 版本、 C 版本。大师的身旁总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当海报拿过去给师父看的时候，旁边的人就说字体不好，那或者是呢这张照片呢不够庄严，或者颜色呢不够庄严，或者呢版面不够怎么样，大家七嘴八舌讲了非常多，讲到呢我觉得到底是应该怎么样改大师的这张海报。后来大师就看看我，那就讲一句话，你就拿回去改吧，把他们的意见呢都改过。
这是我跟大师第一次合作做大师的作品。我回去思考了很久，我想说十几个人讲十几个意见，这个海报怎么改呢？一个人讲这张照片不好，那一张照片好，那另外一个人又讲另外照片更好，所以呢，当时候我就一口气呢又做了三个版本。那之前做了三个版本之后做了三个版本，那再把六个版本拿去给大师看，没有想到又来了 不同样的一群人在师父的身边，因为他们没有看过第一个版本的讨论，所以呢来的人呢又七嘴八舌的讲了一下，又讲的字体呢应该放大，不要用楷书，应该呢用那个宋体，那可能呢另外一个人又讲了这张照片呢没有那一张好，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张照片，那又有人讲这个尺寸海报这么大去哪里贴呢，哇，这一群人讲完话以后呢，师父又看看我说你再去改吧，那我又问师父说第一批的人讲的跟第二批的人讲的又不一样，那到底要以哪一个为主，师父没有回答，那我又去改了海报，完了以后呢，因为速度要很快，那秘书长永法师说呢，师父今天讲你下午就要把东西做出来，我又做了三张海报，那就是九张海报，九张海报呢就送过去，那送过去呢又来了第三批呢跟第一批第二批不同样的人啊，当时候呢我心里面呢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大师的旁边总是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意见，那到底师父要的想法是什么，到底师父最喜欢的是什么，我就开始呢观察我家的师父他到底怎么样去处理任何旁边周围的意见，但是呢当时候我并没有很明白，那九张的海报呢就放在了大师呢的法堂里，那等到讲座的时间呢要开始了，后来我才发现贴出去的海报都不是我设计的那九张海报，当下呢我有很深的感触，那这个很深的感触呢，我发现僧团是一个集体创作的地方，第二个呢僧团呢并不是在看一个人呢多会做设计，也不是看一个人呢设计的好不好，而是呢我从间呢发现大师呢是在怎么样的训练弟子的表达能力，透过表达能力大师去观察所有弟子的个性，也透过呢那训练呢去磨练一个人的心智，在那时候的当下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也就是不管大师说什么那我也就不要想太多了，反正就是去做就对了，那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这是我跟大师的第一次合作。第二次合作呢是2021年呢，大师把我调回佛光山的书记室，那做佛光教科书。当时候是我每天跟师父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跟星云大师在一起做事，第一个要快，第二个要好，第三个要听得懂他讲的话。我发现呢非常的困难，因为他早上大概早餐完以后七点呢就到了办公室，然后到办公室以后就告诉我佛光教科书里面随图走文要注意里面的内容，怎么样配上文字字体的大小版面的设计，大师呢就讲了这样的原则，之后师父呢就去弘法，就去度众。但是很特别的是，不管是我一整天怎么样弘法度众呢，他到了傍晚或者是晚上一定会来告诉我，然后坐在那里，你把今天做了几本几页拿来给我看。那突然间我发现呢，跟着大师的脚步要非常的有效率，而且呢早上说完了，那傍晚东西就要出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发现旁边的书记室的法师比我还紧张，因为他们每隔一个小时就会过来看我一次，
就是说你现在做企业了，做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要不要我们帮忙。所以当时候书记室的主任妙广法师呢，也找了非常多的人呢来帮忙找图片，那也找了非常多的人呢来帮忙协助。那大师很特别，他到了傍晚来看完以后呢，他就指点了，我发现师父是个天才，他就翻一翻呢，就告诉我说，你这个图片的大小这样子排起来不够漂亮，你呢两页跟两页之间每一页都要排的不一样。我突然就发现原来师父的版型是没有固定，他希望每一页都不一样。哦，我当下呢发现一套书呢要每一页都不一样，几千个都不一样，我就发现呢难度非常的高。那我有一个很好的特点，也就是大师说什么我就说是，而且呢我没有任何的理由。我觉得这个是希云大师呢非常乐意教我的部分，因为我发现我只要说是呢，大师会讲的更多，我只要有很多的理由呢，师父几乎呢转身就走，他就不再讲了。我突然间想到佛教里面的杯子，如果你的水非常的满的话，是没有办法倒进呢清清的法水的。如果你的杯子是空的话，那你的师父就会教你非常的多。所以我在做佛光教科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深的体验，我如果要承接我家师父的佛法，我家师父的智慧，我就必须没有自己的观念，没有自己的想法，应该去想他到底要什么，我做的是不是他要的，然后我没有任何的反驳以及任何的理由。那是我第二次跟大师的合作里面，我学到跟着大师呢就是听。那除了大师问我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个时候呢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可以讲我的想法。所以当大师在我将佛光教科书做完之后呢，在2005年的时候，是我跟大师合作的一本书，是他弘法的50周年，也就是云水三千。当时候大师就问我说你有什么想法，对于开一本你有什么想法，那我就知道啊，这个时候我是可以说的。那我发现跟师父说话呢要有数据，因为他非常记得数字。第二个呢，他可以记得呢你2年前、3年前乃至5年前说的话。所以我就发现呢跟大师报告呢要有数据。所以当大师问我什么样的开本的时候，我不敢跟大师马上回答。我跟师父说，师父你等一下，我去拿16开的、32开的以及局8开的开本给你看。你拿到书以后呢，你就想你要16开的、32开的还是局8开的。后来我发现呢，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跟师父的沟通呢非常的快速。师父呢很快的就选择哪一本，我就在上面贴的标签写着大师呢那几月几号定下来。但是开本定下来呢并不是就这么定。我后来发现大师会把这个开本呢拿去问长老师兄。如果蛮可法师从澳洲回来了，他也会拿问蛮可法师说，那你觉得这个开本好不好。所以当我说做到了三分之一的时候，突然间可能因为大师问了很多的人，那大师觉得大家的喜爱是什么，那大师可能会改那个版本。那通常呢一般人会跟大师讲说，师父你已经不能再改，因为已经做了三分之一了，那整个改是要重来的，而且时间会来不及。发现师父呢，那当师父跟我这样子讲的时候，我发现我只要回答说好，师父就马上改。那师父脸上呢总是会透露出呢非常欢喜的神情。那我慢慢的去体会为什么师父要以众为我。因为大师呢就提出，如果我做的一本书大家都欢喜，大家有参与，那这一本书呢可能蛮可法师曾经参与过表达过，
他就很乐意去推广这一本书，因为他也是集体创作的一份子。我在师父身上呢，慢慢感受到原来做任何的事情不是技术，而是怎么样去照顾到每一个众生的心。那我也发现大师呢，在做的过程中呢，他也会重新固定价值，可能他会推翻自己之前的想法，那可能他会改变自己的想法。那旁边很多的人呢，就告诉我说，不能这样子，这样书呢会没完没了，也做不出来。那我都会耐着性子呢，去跟他们讲说，没关系，我们先试试看。那师父这么讲呢，我们就先做出来。那做出 A 版本、B 版本、C 版本。那我要安抚的呢，是整个编辑团队的一个情绪。那我发现呢，在这个过程里面，竟然没有情绪。我发现大师呢，非常的了解我，所以他看到我没有情绪，那所以呢，他就更大胆的把他的想法都不断的告诉我，所以我很快呢知道师父要什么，所以慢慢的点点滴滴呢跟师父的就有一定的默契。那我也很意外的在做云水三千之后，大师呢对我的信任感以及放心呢的程度呢是慢慢的增加。那这个增加里面有一个秘密，也就是大师觉得我是相信他的，那所以他说什么我都照着做。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弟子跟祖师之间的印心呢，有一个如同《大智度论》里面讲的唯信能入。这个唯信能入呢是什么？你必须对你的师父有十足的信心，坚定不移的信心，你就可以入他的佛法大海，你就可以让他带领，那他也很乐意带领。所以我也想到《成佛之道》里面的一个气腹、气肉、气垢，你是不是一个好的法器？那如果呢，你里面呢有装了太多的东西，大师是不大可能呢教你太多的东西了。所以我在1998年到2005年之间呢，我觉得我的过去式乃至此生此世呢，我对于我自己的师父，那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上师，在我学佛的路上我非常的坚定。即便呢所有的人有怎么样对大师的批评或者什么样的言语，在我的心里面，我对师父呢，几乎他所讲的话，即便呢有了改变，我都会以大师呢每一次的改变为最初的一个指示，那将师父的心愿完成。所以这是我在跟师父印心上呢非常大的一个收获，也是一个体验，跟大家做分享。也唯有你学习佛法，你就唯信能入，唯智能度。哇，馆长，我听了都觉得好不容易，因为您看师父让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你说以众为我、哦、以众为我呢，就是这个要跟大众在一起，你看大众的批评，大众的这种挑剔，也让您呢就是慢慢的进入大众的这个心目当中。那我也看到师父呢，您在讲说，我觉得师父的这种平等、开放、自由，然后也听到说您是让师父呢也增加了对您的这个信心。那我觉得您真的是以师自为己次的一个师兄，了不起。这个跟着大师的脚步确实是不容易，真的要下很大很大的功夫。那馆长，我在看到书中呢有很多照片非常的丰富，尤其看到大师在开始筹建佛陀纪念馆的时候呢，他是拄着拐杖呢来勘察这个工地的。后来呢照片当中也出现师父开始坐轮椅来巡视指导。那当然我们也很羡慕呢，您都是在旁边齁、哦、年纪轻轻的就有福报能够跟着大师
而且接受大师亲自的指导。师父在他80高龄眼睛也看不到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建设佛陀纪念馆。那请您谈谈大师创办佛陀纪念馆的理念以及希望发展的目标是什么。谢谢满可住持的提问。那刚才有提到大师呢会不断的问所有的人的建议，那也希望从建议里面呢能够将这个纪念馆改善的更好。我很少看到盖房子呢的主祇侍者呢会逢弟子呢就问佛陀纪念馆这样子盖好不好，逢呢信徒就问那我佛陀纪念馆要做礼敬大厅，要做有儿童的地方，要做呢有剧场的地方，这样子盖好不好。逢呢游客走过去呢，那大师呢就指着图纸说这个地方是停车场，这个地方呢是有很多呢可以让全家聚会的地方，这么做好不好。大家知道呢当问卷调查调查的越多呢是听得越乱，也更不晓得该怎么做。但是我发现星云大师呢有一个非常棒的特质，也是他成功的秘密，也就是刚才满可住持所讲的开放。他的开放跟包容呢是极其的大，所以呢他听取了非常多人的意见，他再加上呢他经营佛光山弘法的空间理念，他会去不断的琢磨。所以如果问星云大师呢办佛陀纪念馆新建的理念是什么，那就是刚才所讲的以众为我，也就是以人为本，到底我做的是不是人要的。那佛陀纪念馆的理念呢，大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他发现呢不管是佛光山或者是全世界的道场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也就是人来到了寺庙进了大雄宝殿拜拜，那弥陀跟法师讲完话之后他就不晓得他要做什么。所以大师呢观察一个人来到寺庙平均停留的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顶多吃个饭两个小时就会离开。大师在思考佛陀纪念馆的时候一直想呢怎么样拉锯他可以停留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乃至一天乃至两天。所以大师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亲近佛法，能够亲近佛陀纪念馆，越亲近的时间越久，越沉浸式的体验，那他就会了解佛法的法义更加的多。所以大师有别于呢盖所有其他的道场，所以他就会思考人要什么，人要上厕所，人要吃东西，人的喜爱呢是照相。所以大师呢就说呢他要做出呢十几个以上的景点让大家拍照都漂亮。我们讲在美学上讲视觉的端点，讲天地线，讲天讲地，讲以人为中心，那放射出去的360度，那怎么样人跟物之间，人跟建筑之间，人跟呢天空之间呢，大师呢在尺度上做了非常大的一个用心。举例来讲，大师呢不止一次两次三次乃至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在思考佛陀纪念馆到底要盖两个塔还是盖四个塔还是盖八个塔。他呢揣摩画线，拿竹竿呢那上面挂气球，把八个气球的塔刹挂出来，那气球呢八塔跟本馆的位置的气球的空间他挂出来，他用轮椅推着走，来来回回走这样子375公尺，到底要走多久才会经过八个塔，那要不要这么长还是要短一点。我发现星云大师呢发现尺度是让一个人呢在佛馆里面能不能停下来待得久的原因。所以大师呢做佛陀纪念馆有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呢是很少人发现的，但是非常符合佛教呢朝圣的一个路途。我们去朝圣总是由下往上走，所以呢一波一波，大师呢发现现在的人呢已经没有办法走楼梯，所以佛馆呢几乎很少楼梯，都是无障碍空间。大师将整个平地呢斜斜的上坡，所以从礼敬大厅呢到本馆的落差将近呢有一层楼三米的落差，所以这样的一个落差呢缓坡往上走，你会看到很多人往上走的时候，那面向佛光大佛，你会发现所有的人看着大佛好像要去朝圣。所以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大师呢用坡度呢做出呢这样子的一个场景。第二个部分呢是巴塔，它因为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如果每一个人都160公分呢站成一排，八个人呢你绝对看不到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第五个人。大师呢很巧妙的用缓坡，所以你会很明显的在礼敬大厅的端点就看到一教塔、三宝塔、五合塔以及七界塔的错落。博物馆的建筑物呢因为有八塔的包覆，前面有大佛，人呢不管你是信仰基督教、天主教，或者是你不信仰宗教，你走到佛的建馆的成佛大道，因为双塔的包覆，你会发现自己好渺小，进而呢走到了佛陀纪念馆的空间里面，你自然呢升起对大佛的敬畏崇敬之心。我觉得建筑的尺度改变了人的心理状态，这是星云大师呢以人为本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觉得这样的神圣性呢好像是非常的严肃，那当时候我也觉得好像走进来呢看到塔会非常的严肃，没有想到有一天呢大师呢就跟长老说，塔跟塔的中间呢必须放一个桌子跟椅子，很多的桌子跟椅子呢让大家在户外呢可以坐下来喝茶聊天吃东西乃至全家团圆。大师选择十桌十椅又一个管椅，因为他觉得十桌十椅不怕风吹日晒，不用去维护，那也很快呢能够整理干净，所以呢佛的建馆的十桌十椅呢那放在塔的两旁。突然间你会发现有走在佛馆，有的人会坐在十桌十椅上聊天吃东西，整个塔呢突然间变得非常的轻松。大师只放了十桌十椅，就让整个严肃的空间不失庄严又轻松，所以大师盖佛陀纪念馆的理念也就是希望回到佛陀的本怀。我在书里面有谈到，就是大师希望回到佛陀的本怀，让佛教是可亲近的。那大师也将中国园林走进去塔里面再绕出来，再进去塔里面再绕出来，那是中国园林的可游可居可坐，那以及呢可观。所以透过这样的心情的转换，人的心情呢不会有所疲惫。所以这个是大师在整个建佛馆里面呢以人为本，那但是又不失佛教的弘传，又不失人心的净化，但是又可以很轻松的来到佛陀纪念馆。所以如果你来到了佛馆，你会犹如呢进到一个非常大的公园里面的一个博物馆，你是这么的自在，这么的轻松。所以我看到非常多藏传的佛教的人，或者是基督教、天主教的修女、神父们来到这里，都非常的轻松自在。我们从他的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到星云大师以人为本，那了解建筑的尺度、空间跟人的关系，还有白天黑夜那所产生出来的情境。所以佛的纪念馆的核心价值事实上还是回到佛法里面，也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是大师的一个核心价值。那大师也希望从佛的纪念馆能够净化人心，让大家随着经典所教导的身口意三业清净，说好话
做好事，存好心。所以这个是大师呢以人为本，回到佛陀本来里面，建造博物馆里面非常核心的价值。感谢馆长的一系列的讲解，让我也忽然间了解到师父在建博物馆的时候确实是用尽了所有的心思，用气球，这个我看到那个书中的照片啊，我也觉得很讶异，这几个球到底要做什么啊？师父真的是利用这种，也不是用科技，就是用很自然的传统的方法，就把这个位置都能够确定下来。那也看到你刚刚所说的，就是用塔，就是试验塔林这个相互的这种交换环境，然后进出的时候大家能够舒服的很自在的在这个园林跟塔林当中呢穿梭。好，这个我是今天才了解的，感谢馆长。那我在馆长的这本书里面呢，在地宫篇里面呢有一句师父大师说的话，人生不是岁月，而是永恒。我们都很好奇大师的时空管理，因为这个讲的是时空，尤其是佛陀纪念馆的48个地宫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因为地宫我们知道每一年都是有珍宝入宫典礼，那这珍宝入地宫呢，什么才算是珍宝？我记得我参加的时候呢，我看到旧的这个手机也放到里面，那大师是如何定义这个珍宝的价值呢？可不可以给我们了解一下？谢谢。谢谢住持提到的地宫，也是非常棒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来的人有看到地宫的珍贵，就可以看到师父的智慧。在2010年的时候，在整个建筑的大框架里面，大师呢就埋下了地底下要设48个宫殿。那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地宫。地宫呢叫做地底下的宫殿。那这样的一个形制呢，是从印度传到中国，那整个再从中国呢传到整个丝绸之路的陆路跟海路的一个部分。那很多地方都有地宫，我们最耳熟能详的印度呢，在佛陀入涅之后所放的佛塔，也是最古老的佛塔，是世界文化遗产，就是桑奇大塔。第二个呢，大家都想着要去朝圣的地方，也就是菩提伽耶的正觉大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佛寺。那佛寺是一个塔，塔是一个寺，所以很多的佛塔下面呢都设了地宫，那埋藏的佛陀的真身舍利以及呢佛教的文物。那一直这样的一个佛教文化呢，经过西域那传到了中土，那在中国最有名的地宫就算是陕西扶风法门寺的佛子舍利的地宫。这个地宫呢震惊了全世界，让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呢纷纷的开始研究。但是研究的起点呢，在学术界上呢，是以法显大师五世纪的佛国记，以及玄奘大师唐代七世纪到八世纪的大唐西域记里面找到印度的当时候的地宫的文物。那大师呢非常重视佛陀纪念馆也应该延续佛教的文化，因为佛陀纪念馆是一个国际的博物馆，所以大师当时候提出了48个地宫。那48个地宫呢，你每一个地宫呢100年开一次，那100年开一次，那就可以开了4800年。那4800年当时候徒弟呢跟大师呢纷纷请示师父，什么样的人可以捐文物给佛陀纪念馆放到地宫里面，要有什么样的审查机制，要有什么样的考核，要有什么样的文物鉴定的团队才能够将文物放到地宫里面。
大师呢很有意思的讲了一句话，我的地宫没有这么复杂，只要有心来捐赠给佛陀的人都可以把他的东西放到地底下，只要他的东西是不烂的，会烂的是食物，是物质，会烂的是塑胶，会烂的腐烂的可能是人世间的很多的东西，但是什么东西是不烂的？矿物质是不烂的。那佛像呢，用矿物质做的石雕的佛像，珠宝的佛像是不烂的。法器是不会烂的，它是用铜做的，乃至其他的那化学的东西合成的东西是不烂的。那当时候呢，我们在中委会上跟大师说呢，那是不是要成立一个鉴定的小组，是不是清代以前的东西，那在19世纪以前的东西呢，50年以上的东西称为文物，所以是不是相隔现在50年的人才能够来捐地宫。大师讲了一段话我非常的感动，大师说呢，只要想要来捐地宫的，我都要给他一份跟佛教、跟佛光山、跟佛陀供养的因缘。我的地宫呢是平等的，回到佛陀的本怀。我没有去评鉴这个人的贫富贵贱，这个人的身份以及社会地位，只要他想供养，都是可以来供养。第二个部分呢，地宫的价值不是在珍宝的价值，而是在我们现代的人对于佛教徒的教育，对于世人的教育，我们应该留给后代的子孙什么样现代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得以研究。当时候大师讲到一句话，地宫的价值不在珍宝，而是在教育的价值。大师觉得教育比珍宝更加的贵重。我当时候思考什么是教育，原来教育就是佛教文化的延续，原来就是对佛法的恭敬的供养，原来教育呢就是延续佛教徒，给佛教徒一个因缘可以供养三宝。那我起了非常大的心里面的挣扎，因为我是学博物馆，我跟大师说呢，这么多的没有经过鉴定的东西，现在的手机也放进去，那可能我们会看到可口可乐的纪念品也放进去，玻璃杯也放进去，我们可能会看到现在的手机，那任何的当代的保温瓶、手表，那智慧型手机都放进去，这样子以后的人怎么研究？当时候大师呢就讲一句话，现在的博物馆应该有当代的文物，让后人来研究，才知道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当时候呢，我受到这一句话，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我心里面很震撼，因为文物就是什么？文物非常重要的就是时间，文物最重要的就是在时间空间里面，人类活出来的东西称为文物。所以当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博物馆学呢，大概最厉害的是星云大师。我们就开始着手呢地宫珍宝的一个法会，那送来的东西非常多，五花八门，甚至连香港的黄包车都送过来。那地宫的门很小，因为在地底下的宫殿，黄包门呢都放不进去。我就问师父说呢，这个香港的黄包车拉车的那个黄包车要放到地宫吗？师父说当然要放，以后香港的博物馆如果要接黄包车，可能要来佛陀纪念馆接。我当时候发现师父非常非常有管理博物馆的概念，所以地宫呢，也因为佛馆有地宫，所以2014年佛陀纪念馆申请 ICOM 国际博物馆协会的认证，作为一个年轻的博物馆能不能加入国际博物馆的行业，也因为佛陀纪念馆有地宫的常设展，以及设置48个地宫，让所有的委员会一致非常快速的通过。这也是在台湾佛陀纪念馆是最年轻的博物馆，非常快速的进到 ICOM 协会
的一个专业的博物馆的一个领域。当时候我才明白，原来一个星云大师，他不只是宗教家、博学家、建筑师、文学家，他还可能是博物馆家。谢谢馆长哈，讲这个地宫，我对师父设立这个地宫啊，也非常的佩服，因为他就是可以说是延长了佛教的生命哈，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命。那馆长，我也在你的书中的第一卷里面呢，看到佛牙设立呢，不是在塔的顶端，而是在地下室。这些都是跳脱了一般人对建筑空间规划的传统认知。那想你告诉我们呢，大师对于这种神圣空间的想法，怎么会把这个设立放在地下室呢？住持问的这个问题是所有佛教徒乃至我们出家的法师呢心里面非常大的疑问。我们在出家学佛的时候，有很多的对佛教的 规范，有很多的神圣性的定义。譬如说大雄宝殿设立一定要放在最高的位置，譬如说呢，佛教的建筑空间不可以世俗化，不可以呢那个哗众取宠，不可以流俗。譬如说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业，那这一句话事实上是很难拿捏的。出世的心是出离心，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那做入世的事业，入世的事业柴米油盐酱醋茶，所有物质的生活都是入世的事业。到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出家法师呢，在经营寺庙乃至经营佛陀纪念馆这样的博物馆，做了什么算犯戒，做了什么算不犯戒？在佛陀纪念馆，大师对于神圣的空间改变了我自己对戒律上的一个误解。那犹如呢，在佛陀纪念馆最尊贵的圣物，那就是人类的世界宗教遗产，也就是佛陀的真身舍利，佛牙的真身舍利。那这样的真身舍利，所有的人应该都不用去问卷调查，大家都觉得真身舍利应该是放在佛馆的最高的位置，供所有的人在下面朝拜。那把佛陀放在最高的位置，众生呢在地底下朝拜，是佛教徒对佛陀最高的崇敬。大师呢有一天呢就来到佛馆，就问我说舍利要放在什么位置，我说要放在最高的塔刹上的位置。大师呢一早就让弟子呢推就他，拉拔着他，用推的用拉的爬上了佛塔，因为佛塔的阶梯非常的短，大概不到13到15公分。那大师呢为了上去看佛塔安奉的位置呢，那让的弟子呢一拉一推呢爬上佛塔的阶梯，上了阶梯呢整整花了快半个小时之多。大师呢到了塔刹上，问着我们弟子说，请问佛牙舍利放在这里，每一个老菩萨都可以爬上来吗？他有多少个子孙跟孩子把他拉上来？这个地方呢不是慈悲的位置，最神圣的地方就是最慈悲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不适合放佛牙真身舍利。当时候呢我们就问师父说，那师父，那佛牙真身舍利应该放在哪？大师从塔上呢再下塔顶呢，那也花了将近二三十分钟。大师每天呢在佛馆里面转啊转，绕啊绕，终于发现呢本馆就是佛陀纪念馆的主塔，也就是本馆的地下室有一个非常合适的空间。这个空间原本是要做多功能教室，也就是多功能的视听室，让大家可以听专业的学术讲座。大师说把这个地方呢改成了玉佛殿，放置佛牙真身舍利。弟子们呢纷纷反对，
说从来没有这么神圣的地方呢，放在地下室，上面还有一楼、二楼乃至三楼。那大师呢就问大家说，你们去了拜了佛子舍利，请问佛子舍利放在哪里？那我们当然就回答，佛子舍利放在地底下的地下室，地下的宫殿。所以大师说，为什么我们的佛牙真身舍利就不能放在地下室呢？佛陀是平等的，佛陀呢是慈悲的，佛陀在杂含经里面也没有记载弟子见他的时候一定要跪下来，然后呢要怎么样怎么样才叫做恭敬。佛陀是随和的，佛陀是让人家呢如沐春风的。为什么佛牙真身舍利不能放在地下室？所以师父说呢，地下室呢是最神圣的空间，因为那是最慈悲的位置。那这个打破了我们传统在寺庙建筑里面的供奉。第二个呢，我要讲的是大觉堂。大觉堂呢，是我一直非常纠结的地方。因为我们受戒里面有一条戒律呢，叫做不得歌舞观听。不可以常常去听靡靡之音、唱歌、跳舞、表演这一些东西。大师既然要设一个大觉堂，里面可以让外面的学校的交响乐团来申请演出，让地方戏曲、歌仔戏来申请演出，让杂技能够来这里表演，让变魔术来这里表演，让呢歌星呢来这里唱歌。当时候佛馆的很多的法师，包含我们现在佛馆的副馆长有贤法师、大觉堂的主任妙智法师呢，内心呢都是有所抗拒的。但是我们不敢跟师父讲，在寺庙里面、博物馆里面呢做一个剧场好吗？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短见。我在2019年呢看到全世界的新类型的博物馆，竟然全世界的新博物馆都做剧场，但是星云大师呢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做了剧场。当我们在纷纷反对师父说看来素食餐厅还有便利超商不应该进到佛陀纪念馆的时候，在2010年纷纷反对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星巴克也进驻佛馆的时候，内部的宗教界以及外部的教界有一股呢非常大的反对之声。我们的博物馆学是跟欧美世界学习的，但是欧美世界的这样的剧场跟这样的博物馆跟这样的复合式的一个博物馆，大师在2011年呢就引领了全世界的博物馆界乃至呢全世界的文化观光界，所以也改变了到底什么是佛陀真正的本怀。凡是以人为本的，师父说星巴克可以进来，但是不可以卖荤食。星巴克可以进来，但是不可以呢有害人体 生命的食物。汉来素食可以进来，但是不可以卖荤食。我们推广素食，推广永续经营，让地球更减少氧化，所以大师提出环保与新宝，这一些呢都是大师的超前，那非常有智慧的引荐，也让我矫正了自己对戒律错误的认知。所以什么是正见？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观念以及正确的做法就是正见。大师做了八圣道里面证件呢非常好的示范。谢谢馆长，今天你也是打破了我这种传统的这种思想，因为没有想到师父的这个逆向思考呢真的是打破了我们以往的这种旧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旧知识。那我也记得我在筹建新加坡佛光山的时候也请示师父说，这个西方堂就是那古塔祖先的牌位呢是否要放在地下室。当时呢师父就说要放在最高层。我说最高层是最好的地方。
那师父呢也跟我说，你要把最好最光明的地方留给祖先。那这个也是让我呢，就是想不到说师父的思想呢也是一样的，是以人为本。因为在新加坡呢是都是高楼，顶楼呢是最贵的。那当然我们把祖先放在那个地方，也代表说我们对于祖先的一个尊重。那当然您刚刚说的这些我也是今天才认知的，博物馆里面呢也有剧场，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的。那馆长，每一年呢这个佛陀纪念馆呢都有办这个神明联谊会。那每次我看到神明联谊会呢，我都很感动，都很想回去参与。那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我们生活在澳洲或者纽西兰西方国家，都是属于多元民族多元宗教的一个国家。那不同宗教彼此互相尊重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和谐的社会呢才能够带给大家安定人心。那佛馆每年举办的这个神明联谊会啊，可以说是一场共生共荣的宗教联谊，宗教的参与以及宗教的融合我们都非常的欢喜，看到这种局面。那是否可以请你谈谈大师为什么要举办这个神明联谊会，大师的这个理念以及后来产生的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谢谢住持。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师父呢在管理上的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呢的核心，事实上师父是为了要弘法。那为了要弘法呢，大师呢非常的兼顾到社会、国家以及大众，到底现在整个社会在流行什么。在台湾呢的内政部呢，台湾有将近2300多万人口，2300多万人口里面，在内政部的登记里面，佛教徒呢大概占了700万到800万之间。民间信仰的拜土地公的、拜关公的、拜妈祖的，那将近呢有1400万。如果1400万人呢加上佛教徒的700万人，大概呢就是整个台湾的大部分的人。大师在平生有话要说，曾经写了一段话，他说如果在60年前中国佛教会能够在当时候开会的时候，让那一个举手的人说让妈祖加入中国佛教会，希望佛教能够接纳妈祖，当时候的佛教会并没有同意，佛教徒呢失去了一次的机会，也就是将妈祖呢列为佛教的护法神之一。师父呢为了这一件事情呢放在心里面非常的久，而且非常的难过。大师呢一辈子讲经说法，最早的时候都是在王爷的庙前以及妈祖的庙前，甚至他被请到台湾最古老的北港朝天宫妈祖庙前面讲经说法，都是道教的人士来请他。当时候聚集了上千上万的道教的信徒在庙的门口聆听大师呢谈佛法，大师还帮他们做了妈祖纪念歌。在佛教的经典里面我们称为十法界，除了人天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声闻缘觉佛菩萨，那这个十法界里面的天包含我们的供佛斋天，都是属于天界的很多的护法神。那是觉得佛教应该要接纳民间宗教，也应该接纳基督教天主教各个宗教。星云大师办世界神明年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图，这个意图就是宗教应该团结，为全世界共同祈福，共同呢来为全世界做好事。每个宗教有各自的教义、各自的教派、各自的教徒，
应该呢从教义教派教徒里面，大家呢对于社会和谐社会进化的心是应该一样的。所以2011年大师呢在佛馆的开馆纪念日12月25号那活动呢办了8天，每一天大师呢非常的关心有没有神明来拜佛。当时候呢我们跟师父说呢好像没有看到神明的名单，大师突然间非常的生气，说佛的纪念馆开馆了，我们佛光山呢跟天主教基督教这么好，他们都来了，上国旗书记主教来了，基督教的教会也来了，那民间宗教怎么没有人来拜佛呢？所以当时候弟子呢就赶快找了妈祖王爷呢纷纷来拜佛。大师呢在那一场会议里面呢就讲，每一年的12月25号我要办神明年会，让人跟人交流，神跟神交流，神跟人交流，产生这样的一个意象。没有想到世界神明年会越办越大，那七大宗教都来了，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大师说呢，要在台湾的内政部呢，那登记变成一个内政部法规规定的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很特别的是这个名称，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呢，它有中华，有传统，有宗教，所以呢，传统类的东西都可以来这里表演，所以包含所有的音乐，北馆、南馆可以来这里表演，因为它是中华传统文化，所有的民俗的剪纸、剪盐以及雕塑、石雕都可以来这里展览，因为它是中华传统的文化，也符合博物馆里面民俗的这一块。所有的仪式、土著的仪式、少数民族祭灵的仪式、佛教祭、佛教呢法会的仪式、天主教呢歌颂呢主的仪式，都可以在这里举办，因为是文化，所以呢大师呢就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办起来。没有想到呢我们每一年人越办越多，也得了世界纪录。那在这样的纪录里面呢，我们突然间看到民间宗教的信仰的改变，他们从服装不整到现在每一队来呢都有制服，他们从随地呢抽烟吐槟榔到现在呢随手呢那吐槟榔自己带着垃圾袋，他们从呢非常的吵杂那来到了佛馆呢非常的有秩序。所以我发现真正的教化叫做潜移默化，用了大众的力量呢让他们改变了自己的行为，那甚至呢改变自己的威仪，甚至纷纷呢来问我们，我们也想要跟佛光山学习那个法宝节的时候来煮呢腊八粥，能不能教我们所有的宫庙都在庙门口呢来施粥。慢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非常的扩大，甚至请佛光山的法师到他们的庙口呢开始办读书会，甚至来办呢参加佛光会所举办的禅静谧三修法会，甚至呢有的宫庙呢的董事长觉得我不会经营宫庙，看到佛光山的法师呢这么会经营寺庙，应该把他的小孩呢送来读佛光山丛林学院。大师办世界神明年会最主要是净化，最主要是祈福，更重要的是教育，更重要的核心价值也希望能够保存呢这样的传统文化，以及大家互相联谊，能够宗教团结，这是大师的心愿。所以大家可以看一段非常精彩的影片，在世界神明年会精彩的片段。I am Mike, backpacker. I love to travel because it helps me to think and find the answers I've been looking for. 你好。我
对啊，英国。OK，OK。谢谢。An invitation letter brought me here. I've flown over 11,750 kilometers and spent 16 hours to get here. I love to climb and venture to get the wide angle as I ascend greater heights. Venerable Yolu used to be my college classmate, and we've stayed in contact since she returned to Taiwan. I've always been curious about Taiwanese religions, and so I accepted her invitation and took this opportunity to explore this sacred site. How do you find this event? It's so amazing. It's so amazing to see so many different religions come here together.
Yeah, that's right. And that's why this event is called the Reunion of Religious Associations. You know, in Taiwan,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everyone worships a different god or a deity. But people show respect for the different beliefs. And so this event celebrates religious harmony and peace between the different religions. Yeah, I see that. Thank you so much for bringing me here today. My pleasure. And by the way, is this an annual event? Yeah, that's right. Oh, I know where I'll be next Christmas. Right, yeah. Yeah. After attending the Reunion of Religious Association, I have discovered Taiwan to be a place filled with religious beauty. Here I am at the Fo Guan Shan Buddha Memorial Center in Taiwan. This is an unforgettable day, a day when I've left heavy footprints in my heart with the colorful costumes, mysterious yet lively dances, and a strong religious atmosphere. Next year, I shall come back again and complete my pilgrimage on foot. I love Taiwan. I love this beautiful, pure land. Amitofo. 'Cause this is our world. This is our time. These are our plans. We're gonna let them shine. This is our place in the human race. And we won't stop dreaming. No, we won't stop dreaming. We won't stop.感谢馆长哦，就是看到师父对于这个神明联谊会，我也看到师父的这种心真的是非常的大，也非常的包容啊，就是不是我的属性的，但是呢，我也能够包容于一切哈、啊，这个是我们作为佛弟子应该要学习的。那我也曾经听过师父哈、啊，就是大师说过呢，一笔字的成功有赖馆长哈、啊、如常法师的努力。那我记得在2009年到2019年、啊、这十年当中，一笔字世界巡回展呢，总共去了25个国家，那有500多万人呢也观展，确实是您功不可没。那这一笔字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您在书中说，深切地感到这是累劫修持的万德庄严，福慧圆满。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一笔字的这个感悟。谢谢。我想是师父呢爱护徒弟，事实上一笔字的功劳还是来自于大师的精进。我们都知道师父呢常常自己讲，他一生呢有三个缺点，其中一个缺点就是不会写字。这个写字指的是写书法。那我们都知道大师非常会讲座，也非常会建筑，也非常会管理，甚至呢无所不能。但是大师的书法
为什么会这么好？事实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秘密，就是大师的精进。我在2005年的时候呢，那提出了大师的书法应该把它结集起来做一个高深书法展。大师听到这个名字呢就很反感，他说呢，我又不是书法家，不要帮我的字拿出去丢人现眼。我就跟师父说呢，以书法弘扬佛法呢是非常好的。那大师呢当时候呢还是不肯答应。所以这个一笔字三个字呢是到底谁取的，要跟大家报告，这是星云大师取的。为什么叫一笔字？因为大师知道他的眼睛看不到，写字很困难。所以如果有停顿，字就不成字，所以不能停顿。一笔把它写完，所以称为一笔字。这一笔字的题目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因为这个展题呢，一旦放到了博物馆，所有的人呢就开始思考，什么叫一笔字？我很想看。所以大师呢，在我们博物馆学习的策展里面呢，他大师在展题上呢下了功夫，而且引发人好奇。是大师呢的一笔字非常成功的秘密。第二个成功的秘密呢是大师的勤奋。我不晓得大家一辈子呢写过墨水瓶从头把它写到完写过几瓶。我帮师父买墨水瓶呢不是买一瓶，而是买一箱一箱又一箱。不是买一箱，是买20箱，是10箱10箱的订，每一箱里面有6瓶。每一瓶里面呢，那如果我们来写，大概一个大学4年级的美术系的学生呢，写不了一箱。大师呢，写了20-30箱。我们买纸呢，一刀纸是100张，可能我们都买一刀，我们给师父订纸呢，就是订10刀，一次呢买1000张。大师有时间呢写这么多字吗？有时间呢练字吗？完全没时间。大师一笔字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看到师父的修持的力量，点点滴滴足以穿石的一个磨练自己的心智。大师呢在等人的时候还有10分钟，他说就来写字。那10分钟呢可以写的30-40张字。大师呢在等人之余呢，在早上都还没有人来找他，清晨的时候他写字。那等到6-7点的时候呢，你去看大师跟大师请示跟请安的时候，地上已经铺满了字。每天早上精进的时间是他的早课，那临睡的时间呢是他精进勤奋的时候。那眼睛看不到呢，写到手都酸了，叫他停下来不要再写了。大师讲了一句话，有一天呢，我的眼睛都看不到，我就不会再写。我还有一点点余光可以看到纸在哪里，我就要写。我每次听到这样子的回答，我都非常的感动。在本身经里面有割肉喂鹰，有舍身饲虎的本身故事。大师呢，将他的生命的一点一滴一分一秒呢都留给了人世间最好的教化。因为他说一笔字呢一写下去就是对一个人的祝福，就是对一个人的提醒，就是对一个人的鼓励，就是给一个人的希望。佛教不是要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给人信心。所以大师呢非常珍贵的在他微弱的双眼里面完成了这一些。所以我在大师的晚年，那大师常常有人问我说，大师的字什么时候最好？我觉得每一个时期都非常的好。在台湾有一个非常棒的书法史的教授，也是台北故宫典藏组的审查委员，叫傅生教授。他曾经做了一个对比，就是弘一大师跟星云大师。他说弘一大师活在那个年代不是一个快速的年代，他有很多的时间，因为他学律宗，
他的时间是自己规范，他的时间呢可以拿来写字、练字、写字、抄经、送人、教化众生。虚云大师的时代是一个快速的时代，虚云大师哪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写字，他只能用琐碎的时间。弘一大师跟虚云大师最大的不同是时间跟空间上的不一样，最大的不同是人格特质上最大的不一样。但是呢，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书法，虚云大师的书法的成就不亚于弘一大师，这是他最佩服虚云大师的精进，以及他以书法弘扬佛法到全世界五大洲的善巧方便。我想在一笔字里面，大师非常在意的是一笔字能不能在他双腿到不了的地方，让他的弟子从澳洲回来，他可以把字送给南可法师，然后在澳洲呢展出一笔字。大师希望请不要看我的字，请看我的心，我的字在哪里就犹如我的人到了哪里。我没办法坐飞机到澳洲去，我把字托付给南可法师，南可法师帮我的字办出来，就是我人在那里。大师呢晚年用这样的方式协助了菲律宾，协助了泰国，也协助了欧洲，那更协助了南非，那更协助了印度。大师用他的一笔字传承给弟子，让弟子呢在当地得以见识安身，让当地呢得以呢看字呢那亲临佛法。我想是师父呢那在晚期没有办法坐飞机的时代，还能够以书法弘扬佛法，最难能可贵的智上的设立。今年住持呢蛮可法师有在墨尔本呢举办智慧之光，是非常好的文化跟科技的结合，让外国的人呢看到了星云大师，也透过一笔字呢认识了人间佛教。所以大师的一笔字呢，那让我们创造呢更多的机会，那借一笔字来弘扬佛法。所以我们看到智慧之光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感动，也在这边呢谢谢住持呢将一笔字呢带上更上的一层楼的弘化。非常感谢馆长刚刚讲的一笔字的这个因缘哦。我们身在澳洲呢，因为也接受到师父一笔字的这个恩惠，不管是南天大学、星云大师教育基金会呢，都是以一笔字呢来跟大众结缘，所以大家也非常的欢喜。我想师父的一笔字呢，确实成就了我们很多寺院以及教育单位的因缘。那我这里还要问馆长哦，就是说，请您谈谈大师当初呢规划佛光大佛分香我家的这个因缘，这个活动的理念以及后来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佛光大佛分香我家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法会。那这八个字呢是大师取的。那原因呢是来自于佛馆开馆之后，非常多的人喜欢佛光大佛。所以如果你现在呢上 Google 的网站上去打佛光大佛，它有好几百万笔呢它的照片。也就是说佛光大佛是一个非常红的佛教的一尊造像。那非常多的人跟大师说呢，他们好想将佛光大佛呢请回家供奉。所以在2013年呢，大师呢就跟我提出来要把佛光大佛呢做一个制度。他就举例呢日本的坛家制度。他说日本呢的信仰传承是靠呢家里的爸爸如果拜了这一尊佛像之后呢传承给自己的儿子，儿子要接续。所以呢就有这样子坛家制度。坛是什么？坛就是在家众。家呢就是在家众的信仰能够传承。那大师呢就希望这样的坛家制度能够让佛光山的佛光大佛呢
也变成了檀家制度的佛教文化，让信仰得以传承。那当时呢，就说呢，佛光大佛做成比较小的尺寸，有四十几公分的、六十几公分的，或者是二十几公分的，或者是更小的二十几公分以下的。那这一些呢，方便让他们携带式的旅行的，或者是放在办公室，或者是传承给儿子，或者是放在新家里面做佛堂。当时候呢，我取了一个名字叫佛光大佛请回家。那大师突然间觉得一点佛法都没有，我就问师父说，那师父，那这个佛光大佛要怎么取名呢？大师说，佛教里面最重要的修持是戒定慧，戒定慧三学呢，就会修持的好，会产生戒香、慧香、定香。所以戒定慧呢的这个香呢，也就是修持好的一个意思。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香呢又称为香火，香火呢就是信仰，家里面要有香火。所以大师呢就觉得佛教的信仰传承那应该要有香，所以呢就把这个名称取作佛光大佛分香我家，把佛光山呢的大佛的香火、戒定慧三学的香火分香呢到你信仰的俗家的香里面，让你得以传承。所以当时候大师有了这样的规划，我们举办了这样的佛光大佛分香法会。大师说每一尊后面呢都要有一个编号，每过几年呢我们可以再办一个法会，就是佛光大佛回家，回到佛光山来，那带着大大小小的家人跟把这一尊大佛再请回来，一起跟佛光大佛同聚。所以我们也曾经呢在2016年呢让佛光大佛呢请回来，那做一个法会仪式的部分。所以佛光大佛是信仰的一个部分，如果要讲到更古老的信仰传承，应该是从三国时代。三国时代呢，那佛的造像呢就有的是越来越小，能够让大家所带着佛像，那能够保佑，能够做功课。所以藏传佛教将佛像卷起来称为唐卡，唐卡的意思就是卷起来的佛像，能够旅行带着的佛像。那还有一些佛像是插茶的佛像，是用磨灌的，那将高僧的骨灰那做的一个磨，然后里面有师父的骨灰，那放在密藏在自己的身上，那这是藏传的一个佛像的造像。那我们汉传佛像呢大部分呢就是供奉的这样的一个，那我们眼睛可看到的造像，或者用纸所印出来的佛像。那这样子的佛教文化呢，事实上已经是从有相时期，也就是西元一世纪、二世纪到现在，都是以佛像来弘扬佛法。所以佛光大佛分香我家，事实上就是一个佛教文化的一个延续跟一个传承，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意义。每当看到这个佛光大佛啊，我都心会信念做总本山说啊，这么久了应该要回去看看我们的真身佛。好，再下来呢我想问馆长一下，就是佛陀纪念馆呢在建馆的时候，我知道师父呢大师呢是非常重视环保啊，也非常保护环境。那这生态的问题目前来说是全球的主要危机。那我知道佛馆呢每一年呢，就是不管在日常的能源上的管理，或者是年度办这个国际素食博览会，或者是成立佛教植物园区，佛陀纪念馆呢都是为地球的永续努力。那请您谈谈师父大师呢对佛馆的生态的关心以及指导。大师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这一块土地，在2009年、2010年的时候，他就想到环保节能的问题，
我们现在都在谈新能源，哪里有更新的能源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新的希望。大师呢觉得能源，新能源里面有一个观念，也就是能够珍惜能源，然后再续用能源。所以佛陀纪念馆的本馆的墙盖得非常的厚，一般的屋子的墙呢大概都只有十几公分，佛陀纪念馆的墙呢高达呢35公分左右的厚度，所以呢在空调的方面呢它可以长期温度的一个恒温之下减少温度的升高。第二个部分呢，大师呢非常重视佛馆的植树。我们知道树呢的排氧能够减少整个碳排放量，所以佛馆树的种类呢非常的密。那对于环保类的树呢，佛馆呢也种的非常的多。第三个呢就是污水的处理，污水雨水的收集如何怎么样再运用在进房洗手间，还有运用呢再回来浇灌。所以在佛馆的雨水的储存跟雨水的回收跟雨水的再利用，在污水系统上呢都做了一番的考究。那在2014年呢，我们提出 ISO 50001能源管理政策，也就是有效的利用空调、机电、消防，那用量最大的空调的消防如何让它在使用的契约容量的浓度呢能够减少。所以佛馆进行全馆的盘点，那所有的买进来的设备它是不是有环保标章，以及有没有环保的使用材，那我们在进场的时候就开始规范。所以同时佛馆也培养了一批呢非常优秀的专业人员，他们考上了能源管理的能管员，那也考上了污水管理员，更考上了消防那防火管理员。那所以佛馆的法师呢有很多的证照，那这个时代呢必须是专业的。所以我们开始在大师呢不断的提醒我，佛馆的人才要更多元化、更专业化，以及才能够更国际化。所以我们从2014年呢到现在，佛馆陆续呢有将近七八十个法师，那总共拿了200多张的证照，那这一些呢都是在环保生态的议题之下所开展出来的证照。所以从硬体的环境到软体的人上的规划，那整个部分呢还有最大的一块，也就是饮食文化。博物馆是全世界的博物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那全部呢在推低碳饮食，也就是全部都是素食。所以这个让台湾的行政院环保署呢那跟我们在2022年签的合作协议，也就是低碳生活呢永续经营的部分，是佛馆呢超越所有的博物馆以及文化类观光类的一个场域。所以从饮食上、从行为上、从汽车的排碳放上，对佛馆呢希望在2030年呢打造低碳的博物馆。所以我们也陆续在申请环境教育的认证，以及呢在整个佛馆的碳排放量的盘查，那在今年呢会整个将碳排放量呢能够补查出来，那试算佛馆为地球呢那减少多少的碳排放量，那增加了多少的新能源，那以及永续能源的部分。那这一些呢都是星云大师在2014年提出环保与新宝之后，那佛陀纪念馆呢不断的在超前跟世界接轨的部分。我知道在全世界博物馆有提出来这样的概念，是2050年呢那整个伦敦那地区的博物馆也都希望进行了到低碳的博物馆。那佛陀纪念馆目前也在积极的那运作这个事，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大家应该共同来实践这样的一个好事。馆长，这十多年来佛陀纪念馆在您经营之下呢确实是办得有声有色，那我们也知道大师非常肯定您的能力跟您的发心，
您都是以师父的理念三好四给，以各界结缘，接引了各行各业，让佛馆呢是空间呢、啊、更活化了，佛法的这个传播呢，也就是更深入民心，那人与人的幸福交流呢，也就更加的密切。而且我看到佛馆的这种服务啊，非常的贴心，从零岁到100岁的服务。那我想这里请您谈谈您对佛陀纪念馆未来的永续经营的看法的想法，谢谢。谢谢住持不嫌弃哈，我想是大师的智慧。那佛馆呢，事实上是一个集体创作的精神。那佛光山提出集体创作、制度领导、为法所依。那我的心里面呢，一直呢有这样子的12个字。那所以每一次呢，在举办任何的活动，我都会想到集体创作，因为众人的力量大过于一个人的力量。那也想到大师所说的“光荣归于佛陀”，那功德归于昙摩的这个部分。所以事实上，佛建馆的林林种种是大师的智慧加上大家的一起努力。如果要谈到永续的部分呢，我在师父身上学到的一个关键，也就是大师在佛馆落成的时候，他就不断的跟佛光山的弟子提出来，这3个观念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差异性。大师呢知道要有差异才能够有自己的定位跟自己的特色。他是先想到对内，佛光山跟佛陀纪念馆有什么样的差异，有什么样的同跟有什么样的不同，应该什么样的合作，又应该什么样的分工。所以当时候大师呢就定为佛光山是修持的，是慈善的，佛陀纪念馆是文化的，是教育的。佛陀纪念馆是面对社会的公众教育，以及呢面对社会的佛教文化的传播。佛光山呢是修持的，应该将整个山呢的修持的法位呢更加的浓厚，那以及呢整个道场呢更加的清净，跟更加的让人家觉得心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的一个佛教的圣地。所以大师呢定义了差异性。大师也想到佛陀纪念馆的博物馆跟其他的博物馆也应该有差异性。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的优势是什么？的优势呢是法师从不下班，他没有上班跟下班的部分。佛建馆的法师是全部奉献的，外面的博物馆呢 的人是上班下班，所以佛建馆的法师呢应该更具多元化的服务，那培养更多的才能。佛建馆呢不应该呢有观馆的观念乃至休息的观念，所以大师呢也提出了能够让晚上呢能够让大家来享用佛陀纪念馆，乃至待在佛陀纪念馆里面。所以我们提出了夜宿博物馆的观念，那夜宿博物馆的观念让观众呢乃至佛光山的信徒呢能够深度的了解佛法，住在佛馆的园区。那这样的一个差异性，佛建馆还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全世界的博物馆呢很少有空间愿意腾出来借给大家，大师呢在开馆的时候就制定了佛陀纪念馆的场地借用办法。你是全家要来过生日，你可以到五合塔；你找了好朋友要开会要聚餐，同学要在一起，你可以到双阁楼来喝茶，然后朋友们聚餐；你要过生日，你可以在佛馆呢的餐厅里面过完生日之后，你要开会，你可以借佛馆的空间，有7戒塔、8道塔、1教塔、五经大厅、中央课堂可以让你借。你要开国际学术会议，那我们有国际学术会议。你要开圆游会，那可以来佛馆呢借圆游会的场地。你要开呢路跑，那可以到佛馆呢来做路跑的起始站。所以佛陀纪念馆因为师父这样的开放，那这样的差异性，所以佛馆呢有国际自行车比赛，有路跑比赛，那有非常多的民俗的一个比赛，那这一些呢都是差异性。
国际馆因为空间有这样的差异性，所以来的参观的人、使用的人呢，那每一年所借出的场地呢，所使用的频率更加为广泛。也因为使用场地以及开放，所以来的人不只是参观的人，有很多的公务团体来这里会客。譬如说今天高雄市运发局的局长就要带着高雄市那缔结为姐妹市的千叶县的市长来到佛陀纪念馆，那有很多像医学会议也来到佛陀纪念馆，那包含了博物馆跟博物馆的交流。所以佛陀纪念馆的永续性是西运大师呢规划出的差异性。第二个呢的永续性呢，大师如何将永续，大师呢做的48个地宫是佛陀纪念馆4800年的永续性，这个是所有的博物馆人呢想不出来的。第二个部分呢，大师呢做的佛光大佛，佛光大佛呢的标志是让佛陀纪念馆呢变成一个地标的一个永续性。大师呢还做出呢佛教海线丝绸之路，他希望回归到佛陀时代，所以大师将佛陀纪念馆取名恒河，然后灵山，那取名呢奇缘，佛陀在几树几孤独园下说阿弥陀经的奇缘，所以佛陀纪念馆有这样的公园。那大师呢更交代我应该将大唐西域记里面的植物，佛陀在世的植物全部呢找出来活体，能够种回到佛陀纪念馆。所以我们在2020年呢跟保种中心合作，将原生种的茉莉花、原生种的碧波罗树、原生种的七叶树、原生种里面所经典里面所可以看到的所有的树呢都种植陆续回到佛的纪念馆，目前有200多棵。所以我想从造树植林、从造像、从地宫，这一些佛教文化都是佛馆的永续性，最重要是人才的一个培育。佛馆的法师现在不能只有只会一件事，一个人至少要会3件以上的事情。我们努力呢将法师呢能够多元化，那也将生态呢多样性，更将环境呢的复合性，所以这样的永续性呢就产生了未来性。所以佛馆的永续经营是什么，就是大师的差异性以及永续未来永续性呢那影响的整个佛馆未来的营运。那这些呢事实上都是师父做的、师父教的、师父想的，所以我们弟子呢只要照着师父讲的那努力的将它实践，我的纪念馆就可以永续经营。所以在10周年的时候，去年我也盘点了一下大师跟我讲的东西，那我们做了多少%，所以去年呢补了整个佛教植物园区，那也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整个佛馆的数位典藏计划，以及佛馆的有一个专业的典藏室，那这一些呢都是大师觉得要永续经营的部分。以上呢跟大家分享大师呢无穷无尽的智慧。谢谢馆长你的这个永续经营。我看到的这个永续经营呢就是以人为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永续经营里面呢就是包含了多元性，甚至是像师父讲的是人间佛教是人要的，所以一切呢都是以人为出发。我觉得这个就是未来人间佛教的一个发展的方针。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想问馆长，我们知道当年佛陀纪念馆即将落成，即将落成结束的时候师父就说要选馆长，那我们做弟子的也很好奇到底师父会选谁来做馆长，要怎么样的一个具备条件的人才能够成为馆长。所以当大师请您担任佛陀纪念馆的馆长的时候呢，你当下的心情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这一块，谢谢。门可法师问了一个比较内心的问题。那事实上佛馆的馆长的首任馆长呢大师选的是慈文法师，
僧法师是山上的长老，也跟着大师弘法40多年，那实至名归。不管他在整个管理上以及指导上呢，他有他独到的一个见解跟方法，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长老师兄。所以2013年那慈弘法师呢辞下馆长，师父叫我做馆长的当下，我是非常的诚惶诚恐，因为当时候的荣法师是80岁，我是40岁，我们差了40年。大家知道40年所差的经验，所差的智慧，那有多远？所以当下的是非常忐忑，所以我跟师父说，我可能做不好佛陀纪念馆的馆长，那我也没办法引众，因为这样子的200-300人的一个地方，恐怕也不是我能力所能及的。大师呢，给了我的一个安定的力量，那个力量呢，他就在我耳朵呢告诉我说，我帮你做馆长，我会来帮你备课，会来帮你开会，会来帮你筹备，你不要担心，你只要跟着我旁边学着做就行。所以事实上佛陀纪念馆的馆长到底是谁，到现在呢我都觉得是师父，是师父的威德呢撑起了佛陀纪念馆的这一块博物馆的弘法，是佛光大佛呢撑起了佛陀纪念馆能够国际化，所以是大众的力量呢，那让佛陀纪念馆，让全世界因为佛馆而看到台湾。所以馆长这个名字在我心里事实上它是一个代名词，我也只是佛陀的侍者，星云大师的弟子，那众师兄中的一个，所以我也只是众中的一个。所以大师的理念呢一直让我自己呢比较安定，也是我是众中的一个。感谢馆长，馆长您也客气了。那从您的这个佛陀纪念馆的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也看到星云大师的智慧，化不尽的这种般若智慧。当然也很感谢今天您所讲的全素的事情呢，跟思想理念呢，让我们更靠近大师，也跟师父上人跟大师结心。那我在这里呢，也就是取喜大家呢能够深入的去探讨如常法师写的这本书《向星云大师学管理》，这也是我们生命管理的哲学。所以在这里也祝福大家，也感谢如常法师今天拨空来跟大家讲述。那也在这里祝福大家呢身体健康，吉祥如意。谢谢如常法师，谢谢与会的大众，阿弥陀佛。谢谢蛮可法师今天呢10条的提问，将书的7章呢全部呢都用最短的时间论述。那还是要功德回向给星云大师，因为这一些都是大师的智慧、大师的教导以及众人的成就。也谢谢这样子的法宝讲座，给大家能够一段呢能够再亲眼大师的一个机会。希望大家呢能够常常想着星云大师，想着佛光山，想着我们南天寺，想着三宝。那念佛、念法、念僧是修行人跟佛弟子最大的幸福，祝福大家。谢谢馆长，谢谢，我们后会有期，谢谢。谢谢。
sky.